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相信大家对这句话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但其实还有下一句大家更表认同，人性始终来自于惰性。是的，必须要承认，这些现代科技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更方便。现在这些智慧科技也走入了家庭，丰富了你我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智慧家庭或是物联网，可以说是一个自动化的操控系统，让我们伸伸指头或是根本连手都不用抬就能搞定所有事情。比方我们不想碰的、懒得接触的、甚至无法预测判断的事情，我们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系统能够模拟甚至帮我们判断下决策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概念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统称什么？人工智慧。现在就要带大家来看看网友们提到智慧家庭时哪些惊奇亮点是他们最喜欢最梦寐以求的啦。 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从上万个网站以关键字分析出十大智慧家庭大惊奇生活大数据。第一名是让你很有安全感的瓦斯自动关，第二名是宠物不孤单，让你工作出差也能及时关心家中的毛小孩，第三名家的钥匙就是你的手指，其他还有空调先开好回家就舒适，打扫洗衣不再头痛，家人健康随时监控等等。这次的大数据的分析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几个三大区别跟分类。第一个，我们国内的网友大致上对居家安全部分来讲列为第一个首重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家庭健康，譬如老人在家里健不健康啦，心跳是不是 OK 正常啦。第三个才会衍生到所谓的什么可能电子商务啦、行动购物啊这些潜在的额外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相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智慧家庭生活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针对人们在不同环境中的需求提供不同的功能，与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透过选用合适的智慧系统就可以让生活和家庭更有效率，而且更安全舒适。